豪哥好，小米姐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我叫宋明浩，我来自麦吉尔大学数学系，目前读大一。但是我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到现在为止从来没见过我的学校，也没有见过我的老师和同学。我大一的一整年都是在一具冷冰冰的机器面前度过的。哦，上网课，你跟我说说你有多宅。我其实在中学时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宅男。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开始，每天除了上学上课，一回家就宅在家里也不动，就瘫着，偶尔看看小说，看看动漫，打打游戏，做做数图。所以通过什么方式交朋友你一般？我之前也有看过很多期咱们的节目，我发现只要主动跟我们在场的一站青年们互动，他们都会非常友善地回应你。对、啊、所以我思来想去吧，我这个人别无长物，也就挺喜欢玩数独的，所以我今天就带来了一套数独题，想要跟大家一起玩一玩。咦，明白了，你注定孤独，你孤独终老。啊，好吧，我今天带来的数独题是一个花一点的，它叫做锯齿数独。普通的数独是由九宫格所构成的，而这个锯齿数独它没有九宫格，取而代之的是九个锯齿状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里边依次填一到九，每一横行跟每一纵列也是依次填到一到九。我好想做呀，能不能给我，让我也做一下。我没有做过这种，而且是小时候做的。凯博，你在想是吧？你一个字都没写，我看你。其实是这样，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写过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能解任何的这样的变形数独，而且那个程序正好在我电脑里，要不然就试一下。一个程序瞬间解读啊？对。凯博正在输入数独上的一些序列，凯博现在特别像个电脑黑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上面是我写的程序，是我把数字和那个锯齿的形状都输入了进去。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得解呢？我只要点上回车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已经完成了。得出来了，大家可以验证一下是否是对的。来来来，拿出正确答案。看第一横列，65734189，对，98216457三，对，53178962，对，84629315157，对，42365519918，对。79541832，对，17952683434，对，36485279幺，对，最后一排，21893745，全对。哇哦！所以你从小就喜欢做数独吗？因为太宅了，在家里没事干嘛，所以偶然间初中的一个夜晚，一个寂寞的夜晚，我就上瘾了，打开了 iPad， 然后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小游戏。所以你有没有谈过女朋友？谈过。对吗？谈女朋友啊，谈女朋友是网恋。网恋是网恋。网恋。因为我知道要交朋友首先要有就是一段共同的经历才能够引发共鸣，我来到一站到底的舞台其实就是想要跟诸位一站青年们共同经历这样一场奇妙的答题之旅。好，现在宋明浩找谁当朋友呀？自己来选择，想挑谁就挑谁。
在我来到舞台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他的名字第一时间吸引到了我。那个名字同时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部武侠，武侠小说里面的角色。你的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段誉这个人物，因为他是那种蠢蠢的呆呆的，但是他身边的朋友很多，我一直很向往成为他那样的人，所以我的选择是段誉。你整个人真的完全不像一个宅男，因为我觉得，因为宅字不是跟肥字连在一起的，那是肥宅。对，你这个打击大片啊，你小心一点。我就特别喜欢出去玩，然后我跟我朋友他们就可能经常会去玩剧本杀、密室。你下次可以带他一起去玩剧本杀嘛，对不对？可以啊，你要是没把我 PK 下去，那说不定我就跟你一起玩了。但是下去了，那哎，我想想吧。来，段誉选择了你了，接下来由你来选择答题模式了。我觉得他学数学的思维肯定很快，然后呢，我又学播音的。可能嘴会比较快，所以我可能会选择跟你抢答。好，这也是今天本场最后一轮的答题较量，祝福你们好运。答题开始。成语趋之若鹜中的鹜指的是什么东西？鸭子。好，在中国有母亲花美称，也叫忘忧草的植物是什么？稍等啊。日本豆腐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姜。唐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古人们又称哪种茶叶为功夫茶、心血茶？碧螺春。嘿。王力宏的歌曲名《花田错》来源于哪种形式的作品？漂亮。DNA 的分子结构通常被称为什么？双螺旋结构。回看，双螺旋结构。明浩速度更快，加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为怀念他的什么人而作？是。4-4，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哪位艺人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的称号？一，中间有个一，王一，王一什么？王一博。对呀，急死我了！我都想念出答案。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求是刀法的创立者是哪位医学家？裘马祖。漂亮。作家木心的故乡在哪座江南古镇上？乌镇。虽然声音很小，但是我听得很真切。你答对了，而且速度更快。在植物分类学上，腊梅属腊梅科，而梅花属什么科？蔷薇科。嚯，好样的，段誉。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是哪个？8848。哇，到达赛点了，段誉，再赢一分，比赛结束。江南小吃青团是哪个节日的传统点心？清明节。清明节。还是段誉小姐的技高一筹。有机会一起玩剧本杀哈。